重拳打击违法犯罪，大力整治社会治安，化解安全隐患，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一线聚焦，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2022年7月6日，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正在档案室里查看旧档案。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邹平市警方对一起多年来未破获的案件展开侦破攻坚。办案人员翻阅旧档案，目的就是希望能从这些旧档案当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时间回到2001年8月30日上午，当时的山东省邹平县公安局民警在长山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正对一辆出租车进行现场勘查。就是现场就是一辆出租车嘛，出租车上是空的，没人。出租车上存有血迹，其他的出租车没什么损坏，他就想很正常，就是开着门子突然一个紧急状况下的停车离开车，就这么个状况。警方是在当天一早接到的报警电话，电话是长山镇的一位女村民打来的。这位村民向警方讲述了前一天，也就是8月29日晚上发生的一幕。群众报警，就是一个在路上发现一个出租车上的门，从出租车下来一个人，然后往前这个呼救，说有呼救这个情节。因为那个时候发生在晚上吧，只是看到有人跑。有人向他这个求救，他作为一个村民，他并且是一个妇女，他并不是说去停下来去看这个事，去围观这个事，他只是碰到这么个事，所以说这个报警人员这个心理吧也是比较忐忑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抓紧时间离开现场。一名男子在夜幕中呼救，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刚好路过此处的女子惊慌不已，她迅速离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报了警。警方按照报案人的描述来到了事发地点进行查看。这条路啊是远离这种大公路的，是一条比较窄的一个乡间小路，这个路呢比较窄，完了之后两边都种着树，在这个树再向里延伸呢就是玉米地，那时候正值是8月份嘛，8月底，这玉米长得正高的时候，并且在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人经过的，所以这个案发现场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过程中，警方注意到这辆出租车是在经过急刹车后才停下来的，副驾驶车门敞开着，车内有血迹，而出租车司机下落不明。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01年8月29日晚上，一名男子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向路人呼救。这是报案人的描述。第二天，警方找到了停在乡间小路上的出租车，出租车内有血迹，司机不知去向。这是现场的情况。偏僻的小路，深夜呼救，车内有血迹，种种迹象都表明8月29号的这天晚上一定发生过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么呼救的男子现在人在哪里呢？他是出租车司机还是乘客呢？他为什么要呼救呢？出租车内突发惊魂一刻，案发现场牵出诸多疑点。出租车司机人在何处？警方最终能否揭开事件的真相？一线聚焦百日行动，绝不放弃，正在播出。经过对现场情况的分析，警方初步判断，在前一天晚上
出租车司机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时遇到了突发状况，车内的血迹很可能是司机受伤后留下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警方不得而知。那时候这个监控设施不说没有吧，基本上就不全，很少有的，很少有监控设备，村里边这个监控更不用说了，基本上就没有，可以说就没有。为了查明真相，警方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出租车去查找这个车主啊，到底是谁的车啊？这个车上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也想弄清楚啊。那个出租车，那车是鲁思雨拍照的，是淄博的，是和我们临相邻市县的周村区的一辆车。然后我们呢，就到第一时间内就赶到周村区。通过出租车的牌照，警方确定这辆出租车属于淄博市周村区。经过调查，警方找到了这辆出租车的车主。这个出租车车主把这辆车租给了另外一个人，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出租车就当天晚上驾驶出租车的人叫王军。警方判断，夜班司机王军应该是搭载着乘客来到这条乡间小路上的。如果车上没有乘客，王军不会将车行驶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如果是司机走的话，他会走大路，他要返程的话，没有顾客的话，他是会走大路，黑大路。走这种道上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租车人要求他到了这种道路上。要是没有乘客返程的话，在租车自主意愿的情况下，他不应该走这种路，因为他有更好走的路可以走啊。所以你们判断这车上是有乘客？判断我们应该是有乘客的，他应该是有点指引能到这个地方。王军和乘客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弃车而走？就在警方准备对王军和乘客的下落展开调查的时候，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那个发现出租车的地方附近，有人报警说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其实呢这个人就是已经死亡了。当时发现的时候啊，大约离着出租车有100米吧。就是一个青年的男性，就是30岁左右吧，他是被人用刀子捅伤胸部，造成了大量的出血，然后失血性休克死亡。我们分析不是第一现场，因为他在倒地的地方之前的地方还有路面上还有血迹，就说他这个人是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走或者跑过来的，然后体力不支，最后就趴到地上就不行了。警方很快查明死者正是出租车司机王军，由此警方认定出租车在行驶到乡间小路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客用凶器将王军刺伤。之后王军下车，一边呼救一边向前奔跑。那么乘车人为什么要对王军痛下杀手呢？这个伤他是致命的，个伤他是冲着要害部位去的，冲着要害部位去的，这是咱口里就不敢排除出杀的可能性。经过分析，警方推测实施作案的嫌疑人与王军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因此王军才会遭遇不测。接下来警方对王军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咱对他这个生前状况也进行过调查，他这个生前的时候跟一个叫李娥的结过婚，但是结婚时间不长，就离婚了，感情不和闹离婚嘛，闹离婚的过程中呢，因为一些琐事，这个李娥的弟弟李飞就扬言要弄死这个王军，并且这个李飞经过我们研判吧，他有一定的暴力倾向，他这个嫌疑啊，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嫌疑程度。李飞进入了警方视线，但是在对李飞进行深入调查之后，警方排除了他作案的嫌疑。发现作案人并不是李飞。为什么？因为这个李飞啊，当时案发的时候，他不具备这种作案时间，和这个作案空间，就是他不在现场，应该是。我们分析李飞应该排除这种嫌疑的可能。
除了李飞之外，警方再也没有发现有谁与王军发生过矛盾，因此王军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目的会不会是抢劫呢？这是这个案子也比较蹊跷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出租车这个就算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了。如果抢劫以抢劫出租车为目的的话，他把出租车吊在线上有什么意义啊？再说当时出租车司机身上的货，说你说携带大量现金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受害人这个呢，他是专门开夜班的，刚接上班，刚开车，他身上也不会有大量现金。在对案发现场进行初步勘查之后，警方大致地还原了当晚案发时的情境。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犯罪嫌疑人将司机王军扎伤，受伤严重的王军进行了反抗，车内留下血迹。之后王军下车，一边逃跑一边呼救。也就在这时，骑自行车路过此处的女村民，也就是后来的报案人，听到了王军的呼救。但是因为天黑，他并没有看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王军因失血过多死亡。那么行凶的人到底是谁？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他是单独作案还是有同伙呢？犯罪嫌疑人杳无踪迹，案件侦破工作突现僵局，转机何时才能到来？一线聚焦百日行动，绝不放弃，正在播出。警方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研判，通过调查了解后得知，淄博市周村区的纺织大世界是当地出租车聚集的地段。就在2001年8月29日晚，曾经有一名年轻男子坐上了王军的出租车，这一幕正好被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他这是捡了个背影，唯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当时这个人背着个双肩背，这是唯一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再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头发比较长，因为他看的背影嘛，就只有这一个，这两点这才算有价值。乘车男子背着双肩包，长头发，样貌不详，那么这名男子会不会就是犯罪嫌疑人呢？在进行深入分析后，警方做出了判断。进行过多次的侦查试验，用这种慢速、中速、快速，经过多次侦查试验呢，觉得这个乘车人应该就是凶手，中途应该是没换乘。如果说换乘的话，这个时间上会有出入的，如果说这个出租车，去拉了，中途去拉了别的乘客，时间会增加，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王军出租车从周村区出发这个时间点和到报警人在我们邹平长山镇发现这个时间点进行确定，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短的，所以说考虑到这个乘车人应该就是凶手，乘车男子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根据嫌疑人的特征，警方立即对淄博市周村区以及案发现场周边的村庄展开摸排，同时对重点地段实施布控，希望能够发现嫌疑人的踪迹。把这个周村、浩生、长山、周村区浩生镇、长山镇这周边这个，包括南边的这个啥，几乎把他们的当时考虑这作案手段很恶劣，把他们的前科、劣迹人员和常住户几乎都摸了一遍。对汽车站啊、大路口啊，都进行了相应的布控，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也是想着从这方面呢，能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找到。警方进村入户，走街串巷，展开大规模的摸排工作。最后并没有发现具备嫌疑人特征的可疑人员。正当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负责案发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突然发现了一个重大线索。这个案子现场有明确的痕迹物证，而且是一个血指纹，这枚指纹是一个残缺的模糊的血指纹，这个血指纹不同于其他的指纹，就是直接可以确定它跟案件是有关系的。
警方在出租车的车门上提取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那么这枚指纹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呢？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嫌疑人所留，因为事后的因为那个指纹当时我们的老前辈都已经排查过了，所有跟这个案件有关系的事后又去能接触到这个案发现场的都已经排除过了，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嫌疑人指纹。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指纹，这枚指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痕迹物证，但是这么重要的线索并没有让警方感到欣喜。它本身是个扁形的残缺指纹，对我们学理上说它就是个疑难指纹。虽然是一枚残缺模糊的指纹，但是它也为警方提供了明确的侦查方向。接下来警方以嫌疑人的指纹为重点，再次对重点区域展开走访摸排工作。找了多少人跟这枚指纹进行比对？那多了，那个就是反正是不说国外的话，反正几千人是有啊。看到有过疑似的可疑人员，但是经过细致的比对啊，还是都一一否定了。白领所有的工作做到基本穷尽之后，然后再全国推来，又承认个事实，这新案子有可能是流窜作案。警方排除了本地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淄博市周村区有很多家具厂，外来打工人员较多，那么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就在这些打工人员当中呢？这个外来人员情况呢还很难掌握，具体是谁来了谁走了我们很难掌握。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这个外来人员里边也去筛选，但是没有筛选出有可疑的。本以为通过比对指纹能够锁定犯罪嫌疑人，可是到头来却一无所获，案件侦破工作再次陷入僵局。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作案后他又去了哪里呢？这个案件吧，案发之后啊，经过我们的侦查，一直没有确定犯罪嫌疑人。是一个有侦查过程的、侦查破案过程的案件，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案件可能发了命案之后啊，很快就能确定嫌疑人，根据一些物证或者是一些现场证据，能很快确定嫌疑人。这个案件呢，很难确定嫌疑人，留在现场的东西也比较少，那时候吧，技术不是很发达。我们相关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作用也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案件侦破难度还是很大的。现场除了一枚残缺的指纹，再也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案件侦破工作毫无进展，警方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案子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这种案子一旦说之后，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一说这附近居民的安全感，就是说起来的，他会再说起来会受到影响，他会成为一个某个范围内和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点无形中给我们很大压力。第二个压力就是受害人这边，你破不了案，真是有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从2001年案件发生一直到2022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邹平县成为了县级市。当年参与办案的人员，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调换了岗位，但是接手案件的一批又一批侦查员始终没有放弃侦破工作。翻阅卷宗，推敲案情，比对痕迹物证，是侦查员们常常要做的事情。追查嫌疑人身份，寻找嫌疑人下落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中。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在滨州市公安局的部署下，邹平市警方对命案积案进行攻坚，王军被害案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次警方能不能够获得新的线索？这个久侦未破的案件能不能迎来曙光呢？残缺的指纹能不能解开多年的谜团？销声匿迹的神秘男子能否露出真实面目？
一线聚焦百日行动，绝不放弃，正在播出。2001年发生的王军被害案一直是警方关注的重点，那枚嫌疑人留下的指纹是唯一有价值的线索，因此案件侦破工作也始终围绕着那枚指纹来开展。这个案件自从我们技术室接手之后，反正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枚指纹的进一步的比对，看看是不是能够从别的方面能够取得线索。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期间，邹平市警方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省厅就反馈我们一条相似度很高的指纹，然后要求我们进一步核查。指纹库中有一枚捺印指纹与当年嫌疑人留下的残缺指纹非常相似，警方立即对指纹库中的捺印指纹与现场残缺指纹进行了比对。本身长得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它会发力，这个指纹会扭曲会变形，然后第一眼印象不像，然后但是仔细一看呢也发现挺像。我们搞痕迹鉴定的没有100%是不敢认定的，哪怕有一个特征不对也是不敢出鉴定书的，所以这个指纹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两枚指纹进行初步比对后无法第一时间做出定论，但是这样的线索不会被轻易放弃，警方继续对两枚指纹进行深入研究。我是一一的去标注，然后在那个不清楚的地方隐隐约约也会发现两个有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就正常是我在现场指纹发现一个特征，捺印也有一个，现场有一个，捺印有一个，然后我拿捺印去反推，捺印是很清楚的，捺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征，这边看不清楚，但是隐隐约也像一个，这就嫌疑性更大了，因为我们是返回去又找到了，很有可能是，我们只能做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80%，它有可能是。两枚指纹的相似度达到了80%，那么指纹库中的捺印指纹所对应的人就有可能是嫌疑人，警方立刻调取了这名人员的信息。这枚指纹啊和现场遗留的血指纹，一致性还是挺强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去确定就是这个指纹对应的人去做的这个案，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库里边比出来的这枚指纹，进行了调取，发现这枚指纹对应的人员叫，陈海，现年呢41岁，江苏盐城人。陈海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呢？这一点警方还不能完全认定。接下来，警方围绕陈海展开深入调查，结果有了重大发现。因为陈海嘛，他是外地人，江苏人，所以说我们要为了这个陈海进行开展工作，确定一下他当年是不是在邹平。如果说这个人在咱这个本地啊，留下这个一点点信息，如果说暂住证啊，或者说有什么犯罪前科记录啊，哪怕留下一点点信息，就能够证明这个陈海到过我们本地，那样呢，这个陈海的可疑程度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呢，为此我们这个侦查人员分了好几组，到我们这个周边县城啊、周边县区进行了档案的翻阅。警方用了一周时间前往多个相关部门，翻阅了大量的旧档案，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我们经过翻阅这个老档案，我们发现有一张资料显示有一名男子因为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这个当时的周村区大世界派出所查缉过，因为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处罚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名男子被处罚的时间是2001年9月1日，距离当年王军被害的时间非常近。除此之外，警方在这份旧档案当中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我们的案发时间是2001年8月29日晚，也就是说时隔2天吧，就被这个周村区派出所查缉了，所以说
翻到这个资料吧，我是还是比较兴奋的，再一看这个资料上有照片，发现这个男子呢长头发，这再一看这个姓名是陈海，这大大加重了陈海就是嫌疑人的可能性。陈海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立刻对陈海展开调查。通过他老家走访，发现他不在江苏盐城，然后我们通过在他老家的工作，发现他是在江苏苏州，然后在江苏苏州，通过江苏苏州的警方的工作啊，我们掌握了他的车辆啊、住处啊，基本锁定了他就是在苏州，我们才到苏州相城区域工作的。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陈海没有工作，经常组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进行赌博。陈海的生活习惯就是昼伏夜出，基本上就是从下午早上送下孩子，他就在家里边不外出，晚上接孩子回来以后，晚上才外出，晚上就是组织赌局，召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员，进行赌博。在充分了解了陈海的生活规律后，警方决定对嫌疑人陈海实施抓捕。慢点，下楼梯了。陈海被警方成功抓获，并对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陈海交代，当年他从老家来到山东省滨州市打工，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失去经济来源的陈海便打起了歪主意。陈海搭乘了这个出租车之后啊，就让出租车司机一路往北开，一直开到长山镇南滩村附近，找了一条小路，就让司机拐了进去。因为当时的天色比较黑，在这个乡间小路上人又比较少，所以说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对这个出租车司机王军进行了抢劫。遭到王军的反抗后，陈海用刀扎伤王军，然后逃离现场，最后来到了周村区。他逃走了之后，身上也没钱，只能睡在大街上，睡在公园里的一个石凳子上。露宿街头的陈海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当地派出所查获，在经过处罚后，陈海最后回到了江苏老家。周平这案件也是我们在白日线当中侦破的一个积案啊。那么这个案件回过头来看啊，得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呢，我们这个刑事侦查人员啊，虽然历经几代人啊，但是一直都不舍不弃啊，紧紧盯着这个线索，一直开展了啊这个各项侦查措施，落实各项侦查措施。那么第二呢，就是归功于我们刑事技术啊发展进步。那么现在啊，我们具备的这个条件啊，虽被侦办的案件啊，这个提供了技术支撑。第三点呢，就得益我们这次专项行动啊，这个百日行动呢组织以后，我们组织的经验力量啊，进行了集中的攻坚啊，结合刚才我提到几方面因素啊，那么顺利把这个案件就侦办就破获了。据了解，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滨州市警方侦破了包括王军被害案件在内的五起命案积案，暴力犯罪案件破案率超过95%。除此之外，滨州市警方还全面强化了小案侦办工作。在侦破大案的同时啊，我们也注重啊办理民生、涉及民生的这些小案啊，每起民生的小案啊，背后都涉及到家庭，一个家庭啊，涉及到老百姓啊自身的啊这个利益啊，所以我们对待民生的小事啊也一样啊来处理啊，特别一些小案啊也及时进行侦办破获，比如说入室盗窃啊，盗窃电瓶车啊、电瓶啊，以及呢这个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盗窃机动车内。
向公安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通过手机就能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不用来回跑了，太方便了。滨州微警务将持续拓展适老化服务应用场景，优化中老年用户使用体验，提升中老年用户在信息时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滨州微警务平台运行以来，服务惠及群众82万人次，既让群众感受到方便快捷，减少办事成本，又为基层减压减负，解放了警力资源，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全力为群众提供全新公安政务服务体验。我们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啊，特别用信息化手段啊，来拓展我们的服务领域，那么提供群众的便捷服务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不跑腿啊，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微警务呢，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啊，和我们手机啊，通过我们终端啊，提供一些服务，这样的就让群众少跑腿啊，实现即时办理、点对点的办理啊，达到我们好的一个服务效果。打击犯罪，服务群众，滨州警方深刻认识百日行动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持续统筹正在开展的社会治安群众满意度十项攻坚。通过开展百日行动啊，我们能够啊探索和摸索啊一些违法犯罪的规律特点，也总结提炼啊我们打击犯罪啊服务群众管理社会的能力啊。那么这些经验啊，如果说有意啊能够坚持得住啊，能够继续一以贯之地啊落实好啊，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特别从制度设计啊，建立制度啊，建立机制啊，这项工作我觉得还可以长期啊坚持下去的啊，我觉得效果啊现在已经显现啊，我觉得这项工作啊还值得我们长期来坚持。从2022年7月22日开始，滨州市警方在全市范围内统一组织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行动，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等四项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工作要求，出动上千名警力，对全市28个巡区、62条巡线、123个巡点开展街面武装巡逻和常态化巡逻。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滨州市公安局已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8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的持续稳定。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